Hello， 伊甸园的好朋友，大家假日早安。今天是我们的11月12号，然后今天星期六，那早上啊，今天早上时间先到我们的新园区来，我们要去我们新园区啊，就是不管熟度如何，一定要采摘两颗啊，两颗我们的自己嫁接十升的洛梨。那园丁老弟给他取了个名字吧，啊，取了个名字啊，菜籽洛梨，菜籽洛梨。然后这个洛梨的那个外观，真的是很黑啦，很黑，啊，很黑。那我突然间想到，这个菜籽洛梨跟以前我们小时候某一个什么杨桃汁啊，杨桃汁很有名的。黑面菜杨桃汁啊，因为它真的是欧露露哎，黑哦，非常深色的那一种深色系列的一个十升洛梨啊。那园丁老弟给它名称是菜籽洛梨。那我们今天就是去选两颗啊，因为数量是不多，选两颗，因为我们今天要出任务，我们要到我们小杨医师啊，在那边啊，再去观察记录我们之前成树嫁接的洛梨哈，一树两品四个接穗的洛梨。因为据赵阳说哈，这个阶段的这个那个成树嫁接一树两品四个接穗洛梨已经有挂果在树上，而且。往我们当初设计的方向走，啊，就是有霍尔跟丘可德同时在同一棵树上，哈，啊，这个是我今天要出任务哦。那又掉一颗了，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一颗，啊，自己在又掉一颗，欸，就像这样子拍的这两颗其中一颗，其中一颗自己掉下来，所以你看哦，我们刚下车嘛，然后它就掉一颗在这里，哦，我就庆幸哎，我们这里没有松鼠哎。松鼠可能到这里来的时候，嚯，哦，黑成这个样子，乌漆嘛黑。我们没有，哇，哦，好漂亮。我没有，我要说实话，我还没吃过，我是园丁老哥。它自己掉下来黑成这个样子，所以来了，赵阳，你有福了。什么叫有福？你至少可以比我还更早那个体验一下哈，这一颗我们自体嫁接了几次的。这个十升的洛梨产的果实，你看那个果地站自动掉下来，成熟。哎，叫西瓜蚂蚁帮我吹一下，把它吹掉。哦，把它拍掉好了，拍掉。哎，那用拍的拍掉。哦，那有蚂蚁，那表示应该是风味不错。哦，用拍的，对。然后你看地头高欧了啦，真的是不夸张的黑嘞。有果粉的感觉吗？好像也裹了一层果粉，像那个什么。那个飓风葡萄，裹了一层果粉，哦，好，那已经有一颗下来了，那我们就不用伤脑筋哦，这一颗，而且哦，来看一下哦，我现在给它360度转，完全是没有做后置的哦，它就是这样哦噜噜，而且没有任何是那一种，我常说的就是讲什么，草黄的那种坏果，不是，它是树上自然熟之后掉下来就掉在地上，那刚好我们的园子哈，哦，距离那个会有松鼠出没的区域的那一种地区比较远，所以没有松鼠先光顾。好，那这一颗先放旁边。来，这颗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喽。上礼拜观察是这两颗是可以大。那很多好朋友比我们还清楚哪一些是我们捡的，哪一些是自己掉的。啊，说真的，因为假日比较有空来看，我们来看这一颗怎么样？哦，一样是。而且还蛮大的，但是黑半而已，啊，看其他的也看一下，没关系，袋子先不要回去，反正一定要再选一颗就对了。再选一颗不好吃，好像有点，一定要再选一颗。如果没有黑的话，没有黑是，没有黑的话就是，所以哦，这个也没有完全绿的，绿的，你可以完全绿长什么样子来做对比，也可以拆一个来看看。你比较常在拆，你可能会知道。全部都是绿的，小蟑螂，这完全绿的哦，来，完全绿的长还是这个样子，你看哦，那刚刚那已经黑一半了，你看，哦，完全绿的，那我在镜头
往上来看，哦，黑斑的，哦，啊，那蛮大的呢。现在是手比我觉得在全年或好事多的那个稍微大啊，所以至少果实大。嗯，来来来，有机会哦。哦，有黑的，我只是啊，没有，也是一样，黑斑，黑斑。哇，好一半。哦，反正我们会在这边想办法再找一个。那如果真的是没有比较黑的，就刚刚那一颗下来，那就是交给赵阳哈，赵阳你在后手，让他后手吧，后手之后看看风味怎么样吧。绿的，可以。这应该是园丁岛地位如数加珍啊，因为它只要是来新园区哈，它就会就把它剪掉。对啦，剪掉 ，OK。上礼拜掉的也把它剪掉。掉的把它剪掉哈，你看它都自动掉，来自动掉的那果，你看自动掉的那一个果柄哈，就长这个样子。你看果柄它就不再是绿色哦。来，我们刚好现在等一下拍一下哈，就是自动掉的果柄就会是这个状态，之后它就自动掉。然后我再回来拍一下现在的这个，你看，来再给我看一下果柄，哦，果柄看出来它比较偏绿，啊，但是也是快黄了，所以是自动掉的，它就会是呈现果柄成熟的样子。好，等一下哈。好，那再镜头拉远一点看了哈。所以这种记录真的是很有趣的啊，也是相当有成就感啊。即使我不是那个自体交接的操作者，但是 follow 了这一个植栽的生长，好，剪了，来直接拿起来拍一张照吧，拍一张照片，来，这个就是没有自动掉的自体交接哈斯十生苗 V 型花，然后右边这个是它掉下来的，啊，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树现在长得还不错，啊，树是在往上生长，啊，那我是园丁老根，我也相当期待，我会等待下一个梯次就换我了吧，啊，换我来体验一下它成熟掉地上之后，而且由我来掌握它可以开果的时间，再来品尝一下风味。我有吃过非常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一个全年或是好事多的好吃的哈斯洛里啦，啊，那个真的是油脂的成分跟味道相当的浓啦，啊，那我们自己的这一颗洛里啊，就是我还没有尝过，就是正常完熟风味的果实啊。但是这一边很多的套袋，就当初我一个一个帮它套上去，甚至有的套袋我套了两次啊，所以照顾的部分呢，哈，也是有按照我们该套袋的时候就套袋。好，那我记录就到这边哈，我们就要带着这两颗果实去拜访小杨啊，赵杨了。OK， 那有兴趣的好朋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